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讯管理系许金龙老师，欢迎回到我们的管理资讯系统课程。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呢，聚焦在现在很夯的一个主题，就是云端运算服务以及物联网。我们先从云端来看世界。好，那我先来谈一个云端运算服务的一个例子，那就是Salesforce 的顾客关系管理，就是 Salesforce 的 CRM。 那我想各位都有吃过一个很好吃的冰淇淋，就是 Häagen-Dazs。 那 Häagen-Dazs 的加盟店呢，遍布全球。那它需要管理客户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来取代原先用的 Excel 管理的全球加盟店。那假使以传统的方式来导入顾客关系管理呢，需要聘请顾问公司、开发平台、投资资讯科技的设备，那花一大笔钱不算，系统至少要2年到3年才能够导入。那最后呢，他们经过讨论决策之后呢，他们选择了云端，就是 Salesforce 的顾客关系管理的企业版。那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导入上线，而且同时间呢，还有员工的培训、加盟店的追踪，以及新店的选址等不同的模组呢，可以选择。那Häagen-Dazs呢，用最精简的方式，最少的成本来提升业绩，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及时的沟通。那运用云端服务呢，企业就好像是这个超级市场，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你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模组，就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然后呢，上线和维护呢，也由专业的这个供应商来负责，让资讯科技真正支援企业经营，而不是成为庞大的资金投资、人力投入的负担。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云端看世界的例子，就是Amazon EC2。那像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了，Amazon 是在1995年呢以电子书店起家的。后来呢，他卖了这个电子书，卖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知道的 Kindle。接着呢，他就提供这个云端运算服务。那这个个案是这样子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呢，日前公开了1993年到2001年的这个第一夫人前第一夫人希拉蕊的白宫日志档案。那这些档案呢，是根据美国的资讯自由法案多次请愿才被公开的。当时呢，这些档案是全部没有办法被检索的 PDF 档，那单页的转档就要花30多分钟。那华盛顿邮报呢，于是应用了这个 Amazon 的 EC2 同时间呢，使用了200个虚拟伺服器，在9个小时将所有的档案全部转换完毕，而且呢，仅支付了$144.62。那如果没有华盛顿邮报向 Amazon 租用了这个云端中的200个虚拟式的这个主机伺服器，可能要1年才能够完成转档。那我想希拉蕊的这个秘密应该就乏人问津了吧。 OK， 那除了云端运算服务之外呢，我们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的就是物联网。那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物联网的应用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了。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像这个国道电子收费，它就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应用，它采用了就是无线射频辨识 RFID 的系统。那在2011年9月开始首次安装免费的方式来推广试用，驾驶只要在自己的车子粘贴这个电子标签，有的是贴在这个大灯嘛，那有的是贴在前挡风玻璃，就是一个 e-tag。 那在国道上的收费门架上有一个读取器 reader， 那它可以记录这个行车的距离，只要这个车子开过这个读取器就会被记录起来。那如果是驾驶人，像我自己我就有装，那我先会去用储值的方式，我之前是用信用卡，也就是说驾驶人如果用先储值或者是设定信用卡的方式，那就他可以直接扣款，而且呢，驾驶人呢也可以从这个手机的 APP 了解行驶的旅程跟费用，事实上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智慧家居，好像是保全呐、啊，或者是自动感应温度控制。好，我们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哈，有一个产品呐、啊，它是结合物联网技术的婴儿摇篮。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将婴儿的摇篮呢接入了智慧装置，家长呢只要透过 APP 呢，就可以获取婴儿的状况数据。当宝宝尿床的时候呢，那这个不管是爸爸或妈妈，他的手机呢就会收到的一个提醒简讯通知。好，那最后一个我们来提这个食品履历。好，食品履历呢是将与食品相关的资讯，从原料、土壤、养殖或种植，收获后处理、加工、制造、流通、运输、销售前的每个阶段，全部把它记录起来。那消费者可以在购买的同时呢，你用你的手机的这个scanner 的功能哈，你可以去查它那个 QR code 哈，因为在每一个食材上面就有个 QR code，你就可以去追溯查询这个食材啊，或者是这个加工品它的来源以及制造过程，确实的保障消费者从这个农场到餐桌的一个食品安全。本讲次的学习策略呢，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云端运算服务与物联网。那我们在云端运算服务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说明为什么企业要使用云端运算服务。那什么又是云端运算服务呢？云端运算服务的架构以及应用有哪一些呢？那云端运算服务的挑战又是什么？那另外一个主题呢，是物联网。我们在说明物联网之前会，介绍一下，沟通模式，然后介绍定义什么是物联网，以及物联网的系统架构，还有物联网的机会以及问题。首先呢，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企业要使用这个云端运算服务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四个面向来说明哈，分别是经济面、政治面、环境面以及科技面。那经济面是什么呢？是因为全球性的风险提高了，全球灾害呢频传，自建设备的机房风险是很大的。那再加上这个金融海啸之后呢，企业对于这个资讯科技的投资啊意愿变低了，也因此呢，企业要寻求更具弹性的资讯科技投资方式，比方说用租的方式。那在政治面上呢，美国的一个救市政策哈，事实上是展开的哈。那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来积极改善这个宽频网络哈。事实上这样做也间接的刺激了数位内容。那在环境面的部分呢，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因为地球暖化了哈，那企业社会责任呢也成为现在的主流意识哈。所以我们都要减少这个资源的这个闲置啊，然后要来做这个异地的备援。那最后一个呢是科技面，那就是所谓的数位的汇流哈，就是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anytime、anywhere 可以来存取这个服务，进而提升这个竞争上的一个优势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哈，什么是这个云端运算服务哈？我们来定义一下哈。云端运算服务呢是一种以 Internet 为基底的一个运算。它提供可分享资源、软体与资讯给电脑及其他的电子装置使用者。从本质上来看呢，它是一种分散式的这个运算的新的应用。好，那它的基本的概念呢，是透过 Internet 将庞大的这个运算处理程序呢，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然后呢，再交给多部的伺服器所组成的庞大系统。透过搜寻运算分析之后呢，再将处理结果回传给这个使用者端。好，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云端的这个定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哈，就是云端运算服务的架构还有它的应用。好，透过云端运算的技术哈，那传递的服务模式我们简称叫做云端运算服务。那目前呢，这个服务模式呢主要分成有三种。
那分别是这个云端软体及服务啊，就是这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我们简称叫做 SaaS。那第二种呢，叫做这个云端平台及服务啊，就是这个 Platform as a Service，叫做 PaaS。那最后一种呢，叫做云端设备基础设施及服务，叫做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叫做 IaaS。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软体及服务是什么呢？它是指顾客可以使用提供者架构在云端上的应用系统。通常顾客呢不需要去管理或者是控制云端上架构的这些网络、作业系统、伺服器以及这个储存设备，只要使用简单的这个 client 端的装置，透过它的界面啊，像是这个 browser 浏览器，我们就可以来存取这个云端上面的这些应用服务。那它的特点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点呢，它是从网络上呢提供软体服务，用户可以用订阅来取代购买的一种商业模式。第二个呢，将商业软体 host 在资料中心，以网络存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好，第三个呢，我们刚刚讲的一订阅，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季次付费，好，季次付费的形式来收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般来说了哈，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它的定义，就是你可以透过网络浏览器随时随地的存取服务。那代表的例子很多啦，好像这个 Google 的 Google Docs，或者是各位都在用的这个 Gmail，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案例哈，这个 Salesforce 的这个 CRM 哈，都是它的典型的代表哈。那它的优点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下载软体，所以我们可以免除这个采购还有维护的成本。好，以及呢，这个电脑装置运算与储存配备的需求，这样做就可以精简软体支出。第二种呢，我们讲的是平台级服务哈，它是指提供者让使用者可以在云端架构上啊开发、安装、测试与执行应用系统，而不需要去管理或控制云端架构的网络、作业系统、伺服器以及储存设备。此外呢，平台级服务可提供使用者控制平台的主机环境设定。那 PaaS 的这个供应商啊，像是这个独立的软体开发商、企业用户或者是第三方的软体公司。那典型的案例像是提供者了哈，这个 PaaS 的这个支付厂商，像是 Google 的 App Engine 啊，或者是 Microsoft 的 Azure 哈。第三种呢，叫做基础设施及服务啊，它是指云端提供者呢，提供使用者各种伺服器、储存设备、网络设备以及 CPU 运算等，使用者可以不用自己管理或控制云端架构，但可以让使用者自行管理作业系统、储存设备、应用软体以及网络元件的控制啊，像是主机的防火墙。好，那 IaaS 呢，可以提供企业网络运算、储存空间等服务哈，可直接有效降低企业建制成本，降低创业公司以及这个创业的公司或者是中小企业的这个资讯服务门槛哈，它的计价方式有哪些呢？它可以依照伺服器运算的时间、储存空间或者是网络流量来的这些使用量来计费哈。那这个 IaaS 的这个案例呢，像是 Amazon 的 EC2，我们刚刚讲到前这个希拉蕊哈，这个第一夫人我们提到了，她是用 Amazon 的这个 Web Service EC2 来做转档的哈。那还有像是 IBM 的这个 Blue Cloud，或者是 Symantec Online Backup 哈，做异地备援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云端运算服务的挑战哈。实际上就是几个哈，这个也是有一些研究调查显示出来的哈，像是资讯安全问题、骇客入侵云端主机啊，或者是网络频宽瓶颈、执行效能的问题、断线怎么办、网络塞车怎么办？还有难以和企业内部的资讯系统整合，好，这个是第三方云端支付厂商所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系统和企业内部既有的系统，像企业资源规划、顾客关系管理、供应链啊，这个比较难整合。好，最后一种就是厂商 lock in 的风险，支付厂商倒了怎么办？云端倒了怎么办？云端厂商倒了怎么办？好，你资料可能就不见了。或者是你可能要转换这个云端支付厂商，那会有一个资料移转的问题。好，那大致上以上呢，我们就对这个云端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哈。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明一下本讲是第二个主题啊，就是物联网。随着支付这个资通了哈，应该说讲资通科技的发达哈，达到万物皆可这个联网并提供服务的一个境界哦。在谈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沟通模式啊哈。那目前我们知道的沟通模式啊，我们以电子商务沟通模式来看，就是像有 B to C 啦，哦，你们知道的，各位知道的 B to C、C to B， 哈，它的意思就是 business to customer、customer to business， 或者是customer to customer。那现在呢，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在讲电子商务会更仔细说明哈。我们现在要讲物联网，就是 M to M， 就是机器对机器。好，我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刚刚讲到国道电子收费。你车子开过去是一台机器，你经过那个匝道口，它也是一个机器，好，就机器对机器，好。那物联网哈，叫做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 IOT 啦，好 ，IOT 好。那物联网事实上基本上它有不同的名称来表示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M to M， 就是 Machine to Machine， 我们也可以叫做感测网、智慧地球、普及运算、无所不在的运算。那物联网到底是什么？它是指物件具有身份识别、主动智慧判断、联网能力与人互动等特性。它能够让物件呢与 Internet 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巨大的物件网络。未来的物联网呢，不仅能够提供联网，更能让每个联网的物件提供服务，而形成物件及服务，就是所谓的服务联网 Internet of Service。那物联网的系统架构呢，在系统架构上啊，我们谈系统架构，当然有分三个构面哈，分别是感知层、网路层以及应用层。那感知层是识别或感测收集资料用的，经由感测技术啊，收集到的资料再透过网路层，可能透过 WiFi， 可能透过 4G， 也可能透过双绞线啊，来传递。这个收集到的资料到后端的这个平台来储存，以分析与应用，以作为决策之用。好，那当然这个就是所谓的应用层。好，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好了，以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导入能源管理系统为例啊，经由感测元件的这个安装，比方说全家便利商店的室内室外的温度感测器，冰箱的室温度感测器，智慧电表的感测器。它可以收集感测这个环境的资料，经过双绞线将感测资料回传到这个能源管理系统控制器，进而可以达到自动控管动态环境温度与掌控这个每个这个设备的用电量，达到自动化控制动态能源的这个目标。好，事实上这个是蛮厉害的。好，那我们来谈一下物联网的一个机会跟它的这个问题好了。好，物联网呢，它的产值啊，到了2020年，这是根据一个调查的哈，它是将是啊我们目前这个网际网络相关产业产值的30倍哦，好，形成一个下一个造元级的一个通讯业务，因此世界各国呢将物联网视为各国国力展现的战略的一个武器啊，好，也就是它有一个战略的一个地位。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好了哈。像2008年底啊，美国将物联网上升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之一。然后呢，他提出了智慧地球计划，强调要将各项感知技术运用于能源与医疗等领域，借以改善能源效率以及推广医疗资讯技术。在欧盟与日本呢，他们在2009年的6月跟8月。也提出了物联网行动计划与 iJapan 的战略。那它的内容有哪些呢？像是医疗福祉、天然环境监控、灾害因应系统、交通监控与物流系统、环境资源以及生活娱乐。那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改善整体社会的生活品质以及活化产业的发展等多重目标。中国呢，它有125的这个国家战略政策，将物联网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内。我国呢，在经济部推动下呢，与这个资策会，还有这个工研院等法人研发单位以及国内各大学，都有执行
网路通讯及无线感测网网路相关的科技专案。以上提到的呢，就是这个凸显出来哈，这个世界各国对于这个物联网它的一个重视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物联网它的一个问题哈。它有什么问题呢？目前呢哈，包含了像是技术标准的一个订定、推动，还有技术发展的一个适应性。那资讯安全跟隐私事实上是这个物联网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研究计划来说明哈。还有像是资料泛滥的问题，事实上都有待解决哈。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这个国道的收费系统，你用 APP 就可以查到你到哪里都被人家知道哇，这个是一种资料泛滥隐私的问题哈，呈现出来哈。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啊，像居家智慧家庭为例啊，如果这个资讯被人家侵入啊，你都可以让人家知道说你哪时候在家，哪时候不在家啊，那这个对于家庭的保全事实上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我来提一个例子好了，这个是我们在前几年哈执行的一个科技部的研究计划哈，那做的就是物联网的这个使用者行为研究。那我们是从这个隐私啊跟这个网络外部性的观点，网络外部性我们之前的课堂上有讲过了，我们从这两个观点来探讨物联网的使用者行为。那我们发了问卷了哈，收集了508位的这个物联网的使用者哈。那物联网的这个使用者哈，也就是说我们问他说你物联网的用了哪些物联网的应用嘛，像是手机信用卡刷卡付款、电子钱包小额付款，他的服务应用就涵盖了这些行动购物、行动订票、行动定位、国道 ETC 收费，这个储值付款、金融服务或者是依化政府缴费服务等。又或者他可以做到识别身份、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智慧家居、门禁保全、折价券下载，然后还有一些非接触性的商品履历服务、医疗、健康、智慧海报等等，非接触性的票证服务、资讯取得P2P 或又或者是超商的基点或3C 家电配置配对等等。那我们经过了这个508位的这个这个参与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些人的这个问卷分析之后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哈，就是会去影响使用这个物联网的这个使用者哈，影响他的使用意愿是认知利益，好，他觉得他对他是有益的，还有他喜欢就是那个态度，好，这个是会有一个正向的影响性。可是很有趣的是隐私是负向影响，就是说你这个大家还是会 care 这个隐私的哈，就在用物联网的时候有可能隐私外泄这样子。那影响这个认知利益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好处哈，到底有哪些因素呢？就是关键多数，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在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多人在用，所以你会觉得它是很有利的、很有益的哈。还有相容性啊，相容性就是说我在用这个物联网，是不是跟我以前的经验是不是相符的，跟我的价值观是相符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有否提供多元的应用服务，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哦，就是说。我在用这个物联网的应用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同时间我可以做付款，可以识别，可以做资讯交换。那这个事实上，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啊，这种多元的应用服务事实上就可以符合，所以我觉得智慧型手机啊，在物联网未来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物联网的一个架构以及它所使用的一个资讯技术，我们来看一下。那物联网的一个它的这个架构，我们刚刚事实上有提过，我们接下来做一个仔细说明哈。分成三个层次哈，就是感知层、网路层还有应用层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对每一个层所使用的技术做仔细说明哈。感知层呢是作为物件的识别或感测之用，那它的主要能力是感测元件具备感测外在环境的物理状态，比方说光、热、压力、声音、影像、电磁波、红外线、速度、动作、这个震动或者是湿度、温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化学的成分，像是气体、烟雾、采光的变化。然后呢，使用关键技术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无线射频辨识技术，就是 RFID。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无线感测网路，就是 WSN 跟嵌入式的一个技术 Embedded Intelligence。
那感测端利用这三种技术呢，随时随地获取物体的识别。好，那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哈。第一个，无线射频技术 FID， 它是透过无线电传至资料的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日常生活中已经有非常多的 FID 的应用，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国道电子收费就是一个例子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无线感测网络哈 WSN。它是装有感测元件，例如像压力触觉感应器、光感应器、超音波距离感应器、加速度计、倾斜感应器、电子罗盘方向感应器、温湿度感应器，或者是陀螺仪啊，这些，它可以测这个运动的哈。那经由这些无线网路呢，或者是有线网路来传送这些感测到的资料，而形成的连结的一种无线感测网络环境，这是第二种。好，那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嵌入式的技术。那嵌入式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将具备微型电脑与感应器相关电子硬体元件，啊，比方说高效率、高效能的运算，啊，各种智慧型的装置的连结。感测器的资料输入，包含了像是环境感知的低功率技术，然后呢，来结合这个软体而形成的一个系统，透过嵌入式的技术，将此一系统置于智慧型手机、手表、手环、互动电子数位看板、具体感功能的游戏机或各式的家电当中，使其呢具备接收、处理与传送资料的这个能力。那第二种的这个就是网路层。好，我们刚刚谈第一种，第二种是网路层。好，网路层是什么呢？它是透过无线网路，像蓝牙、红外线、WiFi、ZigBee、3G、4G 这些都是的，或者是网际网路呢，将资料传递到终端平台。那网路层主要目的呢，是让物件得以进行这个资料的一个交换、沟通与这个处理的一个作业。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讲的是这个应用层了哈。什么是应用层呢？就是由终端平台针对资料的属性进行资料处理、分析与后续服务应用。例如像是环境感测，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事实上应该是属于它可以感测周遭的环境来做一个识别，好，事实上它也包含了像能源的管理，好，还有像是智慧交通，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国道收费系统，还有像智慧家居，好，智慧家居的服务，我们刚刚不是提到那个宝宝的摇篮，好，那如果这个需要这个家长的呵护的时候呢，他就会主动通知他的家长的智慧型手机嘛，好。那还有像是城市的管理，啊，城市的管理，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啊，它突然会亮灯，有没有？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光感应器，啊，那它透过这个光度的这个感测，然后来做一个比方说街道的灯亮起来，啊，或者是城市的安全，我们现在很多摄影机，哈，能源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食品，这个履历，哈，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一些物联网的应用服务。OK，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讲次的这个主要内容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